家好，欢迎来到一言堂。现在是中毒规条的时间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窃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。尽是万邦所选唱，信众皆归一体，旧人确证第一处，一信一世兑现，同房自尊一生命，领走一生共进，同颂独一的盼望，永远一爱共力。做好基督徒，记得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打麻雀，不可以看鬼片，看戏只可以看2A 级或以下，不可以冲红灯，女性翻崇拜记得蒙头，不可以露出你们的膊头或者膝头哥，拍拖要接受教会的监管，拜山不可以装香，翻工不可以做马会，12点前就好睡觉了。总之记住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弟兄姊妹，大家有没有留心听我刚才读出的经文？不过如果你不记得都不要紧，因为我们已经在大堂设置了这一块一言圣石，大家记得有空就熟读一下规条，做个好基督徒。